然后今年我回去台南老家，我爸妈就知道美超伟这家公司，我的邻居也知道美超伟这家公司。谢谢 Charles 各位长官、我的主管外，还有各位同事的努力，让我们公司成为全世界最受瞩目的焦点，让我们共同继续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谢谢。Johnson, pass the mic to Royal Shoe, please.